在这里呢，谢谢简文斌总监。
让我们台湾豫剧团呢能在国际级的剧场呢演出，并且呢跟观众朋友们相见，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谢谢简文斌总监。还有传艺中心呢对于豫剧团的大力支持，那也谢谢传艺中心。那接下来呢还要感谢呢这次的编剧刘建国老师。以及其所带领的主唱群还有演员们为我们这次兰若寺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殷清群导演。传统戏曲呢需要大家的支持，最最最要感谢的是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掌声与鼓励呢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来源，谢谢你们的支持。那在这里呢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豫剧团今年度的年度大戏《金莲缠梦》是由王琼林编剧、殷清群导演，在5月21、22这个台北戏曲中心，6月18、19在大东文化中心演出。那这出戏呢全剧的女性角色呢都会踩着敲，也就是裹着三寸金莲在舞台上面演出，也是这出戏的一大特色。今天现场购票呢都有优惠的折扣，请大家把握机会。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台湾豫剧团的脸书粉专还有 IG， 随时可以跟我们交流互动。最后，台湾豫剧团期待与你们下回剧场见。